印度这里广播电台，听把你们第一次音乐节目播送到这里。现在报告新闻，首先报告新闻要点。在阿萨姆邦的国科体，近日我波特兰三媒体派的国民兵杀死了11名人。在向南南北的宫，先说天新闻，对不起，卢伟师举接分享。有的印度人的银行账户当年逃税致红，在开路平逮捕了58名人，他们的全球居然